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可以取得如此好的成绩，这个离不开我背后的一整个团队，包括我的教练员，然后我们的领导，以及我们陕西省以及国家队，这所有人复合团队以及各个康复老师一起合作，团结合作的一个结果的展现，并不是只是我个人的个人能力的一个展现。我取得这个成绩的背后离不开他们所有人的努力和付出，所以我在这里面想要感谢他们，就是因为有他们每一个人才可以造就我现在在这一场比赛中当中取得的成绩。Howie thinks this will change his life? 我觉得不会。Do you think you are a genius? 可能是吧。